王哥很爱你的，跟了王哥回家吧。快点，你放开我！救人！你快救人啊！干什么？你上啊！你叫什么？上官初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保护好你。快跑！这些记忆是哪里来的？你是谁？我好难受，救我！放心，衣服是我让阿姨给你换的。云吞，你先出去，我有话想跟他单独聊。是。这个你从哪儿来的？就是我的。他真的是初夏吗？好痛，把它给我。你当年是不是在河堤西路失踪的？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当时有人在后面追我，我就一直跑一直跑，后面就摔倒失去意识了。我脑子里面一直有个声音说初夏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小鬼。你说我叫上官初夏，那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爸的朋友，按辈分你得叫我叔叔。你爸说过让我照顾好你。刚才是个意外。云叔，说。我就是想问一下你，既然你说我爸不是那种会出轨的人，那当年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有人陷害他？这些年我也在不停地寻找证据。我想回那个家看看，回他们之前生活过的地方。不许去。我怀疑这件事情跟上官家有关系。我答应过你爸，要让你好好活着。我会安排你出国留学，其他的事情你不要管。凭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想来安排我的人生啊？以前我不知道我是谁，养父养母他们安排我的生活，现在我知道我是谁，你也想来安排我的人生。我的事不要你管。你受伤了。我想回去，我想去帮我爸找到真相，我也想找到真正的自己，就让我回去吧，我求你了。表哥，我回来了哟。云吞，云总，明天把他安排进上官家。是。但是你的死活我可就不管。你的伤，
就是这儿了。上官家没那么好惹，你自己小心点，出了事儿我可帮不了你。你都已经帮我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等你做回真正的上官初夏，你能帮到我的地方有更多。嗯，好。那在我调查清楚真相之前，我尽量不跟你接触。嗯，过去吧。这边。哦，哦，哦。云总，找个人盯着他，别让他出什么问题。